第四道馆打完了，再来要去哪儿？我直接给你图鉴了。直接 Google 好，你直接 Google。我插板。没有没有，我直接给你图鉴，你拉到最下面就可以了。超多，慢慢点。你一看就会。海岸车有一。要给他预算加的啦。好了，我们第四道馆打完了，再来呢？我要去十三号的洞穴啊，怎么走？看一下地图。地图是这个。十三号道路要往右边走，狡猾的狐狸，刷不到色尾，辛苦了。嗯，好可爱，有点威，草系的真型，老鼠，松鼠，要把下面的渣渣子换成 mega 吗？需要吗？他平常就是，他平常样子是那样，还是你们要一只 mega 的在旁边陪你们聊天？我先演个测啊。哎，冲啥？在供哦。十三号停电。哦。狐狸长大，进化还会拿凶器。对啊。对啊，他就是拿那个凶器在揍人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是说这代御三家都会带武器？对啊。就青蛙是手里剑，然后火狐狸是树枝，然后哈利利是拿什么我忘记了。他们看起来是没有拿东西的、啊。就很像。很像刺客法师跟坦，看起来是一个坦。好，直冲第五道馆，叫做什么？这个区域。哇塞，这里要去哪里啊？右边哦，要下机车下车对不对？那神奇宝贝吗？是哎、欸，对，那是神奇宝贝。你这边可以遇得到那个准传，那个准传三地鼠。哎、欸，真的是神奇。有点变态，变态的东西。会抓，而且他的这个魔组超恶心的、哦，一直抖，一直抖，一直抖。摩擦，一直按摩。我用地面吸慢慢打，两下就好，两下就好，两下就好。哦、oh, ，nice， 可以抓了。捕捉他。哎、欸，地震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你会？我格斗系的、欸。换只，换只。糟了。不用，我相信我的暴露。换的绵绵。哎、欸，我没球了。喂，我丢你 HP 了。我怎么没球了呢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回去买。等一下，我先丢你 HP， 那也没有 Q 啊！哎、欸，抓到了，好快啊！哇啦！我丢你 HP 了。这招是压路 HP， 就是用远端帮助他 carry 他。帮他叫子母之母，现在还可以这样，酷！新的，对啊。所以你知道我打四大天王的时候没有补，就不用补血，全部都是他们在补。好闷哦！神兽是不吃药的。三地鼠，三地鼠要叫什么？幽灵。倒过来的三地鼠，还是什么？抬举？为什么没有倒过来的那种符号？三什么的？圈圈圈，这边啊。圈我第一次看到用纪念球抓到的，纪念球抓到几率超级。有请观众填空。先回去一趟。小恩，我们要去买球球、哦。对，应该叫 UUU 吧。欸、有人丢给我打七五折的 O Power。七五折。买东西打折，快快快买！我来看看哦。购买。欸、真的、欸，球变便宜了。好便宜哦。买个二十颗好了，既然这么便宜的话。我想问，神奇宝贝专用性都靠什么赚钱？就是我们这些。听说就是哦，你说圣鸟被东西呢？这是公益啦。这个吗？嗯，这是公益啦。我不信，我觉得背后一定不单纯。应该是，我觉得背后不单纯。旁边的商店吧，搞不好跟火箭都有合伙。这叫做什么友好商店呢、啊？友好商店。对啊，我看大家这里有卖特殊球吗？没有。我猜他们一定，一定有。他们一定都把我们丢掉的神奇宝贝拿去卖。喂，哎、欸，对，在那个。电脑里面的，我们会在那边丢掉神奇宝贝。对，会在那边丢神奇宝贝。对，然后他们就赚那一个。餐厅出现的肉排就是一堆拉鲁拉屎。不要！好可怕、啊，你们这样的东西，通通都是。要怎么上去？这个该不会特技脚踏车的吧？要从哎，又遇到。这个很容易撞到、哦，你要注意一下。你知道的太多了。你不想遇到。又是悠悠悠悠悠悠。而且你就算喷喷雾好了，你还是。撞到会遇到，这我知道。麻烦。哎、欸，
它这样磨真的好可爱。我觉得好可怕，看起来好像还是不输。三地鼠特性我逃不掉啊！哇，打死他！打死他！我想把他们抽回去了。嗯，你被打。哎，都不要。哎、欸，不要。还好没什么效。看起来超。没关系，不用说。丢你一下恶炮了。啊，来不及啦！什么东西？就你又跑我啊！不会死的啦！这招是什么？右上角的，我忘了。哦耶，回血！全满！一次加两百嘛，我记得。哇！剑舞！哎，我加路康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露西，你只有两招攻击招。你是？快升等，我们需要学新的攻击招了。用喷火龙放第一个，才不会受到乙地狱的影响。那是他的特性对吧？哦呦，上来了！啊、球，这里好像有剧情要过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要打那个闪烟队的。你有发现你又变得影子越来越大了？右边的影子，我没有注意到哎、欸。哦，那是山哦，不对，那是云的影子。应该云经过吧？必须，我想说的是什么？你嘞？这里也有，好帅哦，耍特技耶！用那个直排轮。哦哦，有地方进去，精神时光屋被挡住了，进去会被 DND 炸、哦。哎、欸，一出来就这边遇得到那个 What？ 哎、欸，大什么蚁的？大鳄蚁啊，大鳄蚁！完了，这也是跑不掉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跑不掉的。你要不要把它抓起来？可以啊。它之后就会进化成沙漠蜻蜓。哦，好痛！好会咬哦，我先好会整。丢你那个抓！呀、yeah. 欸，太痛了， oh. 两下就好，拜托。停了，停了，停了，停！啊！叫你停啊！太痛啦，傻子！这只会长大成沙漠蜻蜓哦。对，它最终进化是沙漠蜻蜓。哇，没关系，打死！把火火打死！他们两个根本长得不像，这一定要从这边挑吗？这一个东西叫做完全变态啊！你想想看，铁炮鱼跟章鱼头，他们是进化型关系。臭臭鱼跟那个也是啊。没拿。米纳斯，还有很多很难解释的啦。呀、yeah. ，皮卡丘进化成雷丘，这么有难解释吧？没有球，它就是变黑了而已，颜色变。你知道它吗？这是什么？布雷头？布雷头是什么？我忘记了，要看图我比较会记得。哦，布雷头，我猜是面包。布雷德，补血用的。面包是胖哦，施工哎，所以这边不能去了。不用胖呢，胖 ，Bray， 可是我只想要到。哦，好猛哦！你这边要小心，不要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它那边会有一个凹槽，如果你 3DS 歪的，它就会跳下去。什么意思？ Yes. 哦， 我懂，我懂，我懂。那它什么？那是 3DS 歪掉啊？就是那不是速度吗？你看那个不是有凹槽吗？如果你 3DS 没拿正，它会。它会掉下去，对，它会掉下去。五级中代级，你可以试试看，我记得是这样子。哦，遇到喽！这边要过剧情。来啊！哎、啊欸，你旁边那颗石头，大石头有东西，你记得去拿。旁边那个大石头，了解。对啊。宝丽龙，就是这次的敌人吗、欸？啊，就是好像宝丽龙。宝丽龙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邪恶系。好像是过完，你直接踢他就好了。用踢他。好像是过完任务，你去跟那颗大石头讲话，你就会拿到钥匙。跟大石头。对。大石头。大石头。你先进去打完好了。Mega 沙奈多。噔噔噔噔。完了，我好像找不到 Mega 沙奈多的那个。你说 GIF？ 不好找。哇。沙奈多，要换招吗？要换人吗？不要，慢慢打。我想出去买个晚餐。去点名，快去！飞行系的，完了，刚好都被克。飞行啊？算了，等级优势。你有钢啊，所以你不怕、啊。就，可是我格斗系打得不痛啊。也是的。然后地面系又打不到他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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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行，要换人了。要换人了。上吧，电龙，电爆他。电爆他的夜。
嘎，没有哎、欸，我这里没有没。可以想一下我家附近有什么好吃的。我玩金版的时候也有练这一集。拉面，拉面我今天吃过了啦。Hello，Hello、Hello, 太贵了啦，虽然说也是可以。Mega，、嗯、对齁，我还没有吃拉面包哎、欸。这只 Mega 超可爱的。好，长头发喽。一个 Mega， 哎呦，天哪，不错。我觉得他可以去帮洗发精的广告代言。长出头发哎、欸。对啊，那是落剑好吗？对，落剑也可以啦。我先想一下，真的想不到，我只能去吃麦当劳。麦当劳。然后，或是走远一点吃肯德基。哼，嫩。他看起来很痛苦。轻轻松松。他看起来很爽。他看起来很崩溃。What？ 你们在说什么？乱人心，没有啊。逃喽，宝宝。记得去拿石头哦。欸、好嘞。Shiny， 阿雷，怎么了吗？这里有剧情啊？对啊，哦、oh, ，你就去跟那个石头讲话，我记得。好嘞，哪一颗？右边吗？大石头，我记得是大石头。大舌头，你要下来吗？你要下脚踏车？我只记得是过完一个任务，去跟大石头讲话就找到那个。认真。哇，这么久那颗是大石头、啊、吗？哎、欸，你有跟他讲话吗？我来看一下啊，先跟那个红衣男讲话，有，然后要调查那颗石头，哇，调查这里，还是要用这个，这里有东西，你看吧，噔，重要道具吗？大切，真的重要道具。嘿，谁知干嘛啦？给你啦，什么？应该什么通行证之类的。你要去发电所啊？对。啊，也有闪电鸟。开了哦，没有啦，没有闪电鸟。发电厂。好了，我找到了，行政图像。地口又发电厂。这 ，mega 色沙奈多，确定？这里有原路沙要遇吗？这里有什么？就是那个烈咬路沙的退化型。放了一只沙奈多在你们这里。好哇。跟你们聊天，不过他会挡住你们。小心我会被人哦。说这里会遇得到？嗯，没有啦，出去那个在地上爬的那些东西，其中一只就是原路杀。谁？哇，中文呢？誰？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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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誰？誰？来啊！誰？要 PK 了。这次的反派真的是一群神经病。有这个音乐吗？他们压力应该很大。哎、欸，钱就好了。这个踢死他不应该，好像不应该让路卡利欧排第一个、欸。怎么了？这边吗？对啊。哎、欸，格斗科技面吗？还是特型？那是二系吗？记得他是二系。难怪。哦，又是一只不良蛙。都二系的这么好打啊，可惜啊，去吧，二系很好打，怕格斗，怕虫、嗯、怕虫怕二，对啊，哎、欸、好痛啊、喔、哇，痛啊，要死掉咯，我提没什么效果、欸、我的连线跳掉了，我的 HP，我的 HP， 它是毒系的，毒系科二系啊，对啊，毒系科二系。他刚刚应该是用了地面系的招吧？哦吼，我啊，又要解谜了，那我要先去把这层逛完。还有人呢、欸，我血剩一点点，这下怎么办？我马上 carry 一下你那个 OP 了。carry 一下。哦，要先走右下角，先走右下角才有东西拿。好了，我给你。独家格斗，怕超能跟妖精打四倍哦。邪恶系是吧？哎，邪恶加毒哦。那我知道打下去不是没什么用。系啊，系啊，来不及补血。哎，没有，被挑衅了。加攻击，这是混乱了。
怎么办？继续打。我混乱的时候最喜欢继续打。什么？混乱的时候我最喜欢继续打。我的攻击越来越高了，都是他弄出来的。都是你的错。从小就是喜欢赌博的男孩。飞行完了，糟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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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的攻击太高了，痛啊！我的攻击太高了，痛啊！天啊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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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再一次，不要怕，给你看这一只啦。为什么御三家只有第一世代有 Mega？ 打了啦！啊，第三世代也有啊。第三世代是哪三只？就火之姬、木手工跟黑暗鱼、红蓝宝石。啊。可是像我现在这只就没有啊。他们为了赚钱，因为那时候出 Mega 的时候，就是刚好出红蓝宝石。对啊，就是做重置版的红蓝宝石。水波动很乱喽。你现在这样算玩到中期吗？三分之一左右吧，我猜。啊，我猜会输。他第一道馆跟第二道馆距离超久哎。第一道馆打完大概。XY 是最新的吗？没有，红蓝宝石才最新的。红蓝宝石最新。重置的红蓝宝石。才是最新的，所以是黑白，然后黑白二，黑白二 XY， 然后红蓝宝石，呀，哦，亚普，先走右下角好了。我只有玩红蓝黄，你只有玩什么？我只有玩红蓝黄绿精灵，心灵精灵欢迎啊。嗯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也没玩完 ，NDS 的没玩完。欧伊西秘书玩的都是好吃的什么、啊？你只想水吧？美味的水，美味的水。秘书不知道。回 HP 的啦，回 HP。伊卡苏奇，伊卡苏奇什么？布雷布雷托 ，bread 就面包，就是 bread， 都是好吃的面包吗？面包，好饿哦，我还没想好我要吃什么哎。要绕圈圈了。是要解谜吗？这里入侵者，这入侵美味之水在讲什么？观众，你是想到哪里？去吧，露西利亚，踢死他！第二季的，对，叽叽，我的头嘞！啊。开戏！我的虫类呀！被赶走了！哇，竟然叫这只出来！恶戏对恶戏，反正你这只也是格斗，你用格斗招揍他就可以了。没有问题。来拍他！啪！蹦 ！What the fuck？ 这只不需要等级啊，我们可以把它拿掉吗？你就下场换，换这一只。滴滴。可是 blade 不是面包，就是剑之类的东西吗 ？blade 啊？什么？我看一下，我记得他是。他把我挡住了、欸。是 blade 吗？先直往这边走。切 ，blade 就是剑啊、刃之类的。哦，所以是加什么攻击？攻击力的吗？啊、这边都22系，阿鲁卡利欧不就刚好打？对啊。奇怪，大嘴蝠有二系吗？它是毒系跟飞行，所以他们就是毒跟二。这个只有二的样子，就是他们有的大部分都是对毒跟二，很毒。啊，又是你，又是你。测试一下地面系是不是真的打不到？你就直接拿格斗揍他，你作死！大作星星，他也不痛了吧？就把他打到一定是一般系技能，对不对？高速星星是必中技能。不然我们就没敢跟他打，反正攻击会越来越高。上喽！普雷斗不是普雷斗，哦，是圈圈哦，我看错了。是 Plato 是什么？就是刚刚说的，
Blade 才是剑吧？那 Blade 是什么？你不要问啥感谢之书。那是什么东西？嗯？那是什么？不知道，我们这等观众们的。哎，找找口玄心招。没有啦，是补 B 啦。相守自分统计自分，这是什么招？好像不用学。封印。这是啥？福音，福音是什么招？你在该学吗？你那边变成马赛克，我实在没办法翻译。什么东西？封印，封印要学吗？那不用吧。不用，好，取消。我们要留，哎，繁星怎么都不见了？他应该也是去吃饭吧。嗯。繁星不见超久的啦，我都不知道我要吃什么。卢卡利欧从特工不是比较强吗？可是他不是格斗系吗？需要从特工吗？不用学，好险，好多哦！这边根本就是他们的本部。Mega 有使用限制吗？一个战斗里面只能让一只 Mega。那是什么？